择两门的模式吧，在游戏中捕获。哇塞！哇塞！雷夸子啊，对，雷夸子，还没下啊。好，加油！不要跳号，拜托不要跳号。加油啊！不要跳号啊！拜托。加油加油加油，交给你了。这次不是手发炎，我是喉咙发炎，我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。哦，好险，不救回来。好凄惨啊！究极技能，走！最终回合，选择正弹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弹，提升。哇，准哦！不妙，是辅助防御。要害！不要，是辅助防卫，搞定了。不要，我是。对方神奇宝贝召唤要来了。
战斗中取胜。上吧。硬要跳哎！跳！用按用力一点，我这边都没反应。喂，哎，啊，还是不会的。没关系。一方神奇宝贝攻击，要来了，终极技能。运出宝贝球，捕获神奇宝贝吧！生存奖励。按下去，跳是超级球。三六三好了，二有什么？哦，超。二有。三，总算来点正常一点的，知道。
很脆弱。好好。啊，有没有鲤鱼王啊？我做两张了。好啊，这个你看。我帮你按了。我来啊。啊。金的。这是是金啊。你猜哪一只？金的。我猜中间。我猜三条。再见了，再见了。如果要用打的要怎么打？加一百吗？还是用不打金虎？金虎金超加一百。哎、欸，这样打不死。哦，我以为他们是拉奴。哦，我们都先攻打超过三点了啦，白痴哦，十五。白痴哦，三点了啦，怎么还是他啊？有啦，疼的时候会死。屁嘞！哦，他一定要我打超过三点。一定是我刚先飞。哎，没有啊，水招没有屁用。海波浪。好，打超过三点了啦，来吃哦、喔！太破了。对啊，他那时候妈那么硬，一定要失误两边。哦，我还要拿二十，太厉害。十五，你看打超过。哎呦，超过了。昨天那个死鲤鱼王不给我扫出来。左右不会喷了，只剩中间。只剩中间了啦，还有不能看到三条。看吧，我就说中间。好，回家了，不要玩了。我一定会发炎。我手一定会发炎。